汽车教授，职人洗车用品专卖 Ultra-S3 地表最强行车记录器。耶、yeah, ，大家好，我是柯皮。哦，哎，台风过后嘞，我们现在在哪里，你知道吗？在哪里？我们的高雄嘞，天气还不错。刚下来我还担心会下雨，哎，没想到还没下雨。我们就是要上班嘛，可是高雄这边刚好他们休息，我们就直接冲下来。我们哎，为了这台。快点不 ，Skoda 的卡拉 OK， 哎、欸，不是阿妈 OK 哦，阿妈 OK 是不牌的，不一样的哦，2023年的去年的车而已。好新的、哦，好新哈、哦。那为什么要卖？为什么要卖哦？嘿嘿，我等一下再跟你讲，我们先看完车哦。对，不能一开始就讲完了，看一下，这是1.5的，新车等级是117万，雪山版。雪山版。再高一点就是玉山。是哦。哎，再高一点就是喜马拉雅山。我觉得它的辨别蛮好辨别的，山的高度越高就越贵。有雷亚吧，现在都有雷亚。哎，哇，这样下面就稍微挡住。现在都有雷亚了，现在没有雷亚招不起来。螺丝都新的，看到贴纸，找一下贴纸，我找一下哦。哎，那不怪贴纸，害我吓一跳。这家，你招不起来。哇，哎，这里这螺丝有贴纸，有贴纸就比较好看了。很新的车，很新的话就是比较不会那么脏。也比较好看，我还毛照嘞，28000嘞，一年车跑28000，23年的到今年24年3月一年啊，现在几月？10月，一年6-7个月有在跑啦啊，这个是没有天窗版的，冷气不冷应该还是可以保护啦，只是我们看一下，因为我们要一趟路这么远，你为什么要说人家冷气不冷？不是，我说假设冷气，因为我要试冷气啦，哦，保护内的车应该是有的，哎呦，有跟车。有跟车就回去就比较方便了。它有加装行车记录器跟导那个行车记不是行车记录器跟胎压，它有加装，车子在后面。对，哎，那你讲个短机，胎压、行车记录器啊，冷气有，冷气有冷。我跟你讲，我刚刚还跟车主说，哦，你有洗车哦，有打蜡哦。我说你都自己打，他说对，你看得出来吧？我看出来，他看得出来。我刚刚我教他怎么打了，以后应该是不会的。后面它电动的，打开电门。好啊，这我刚刚讲的啦，加装了胎压跟行车记录器。好啊，这个它这个就是像节能盖一样盖子上去。好啊，这个它已经麻拔掉中心孔，它原厂又换了原厂的中心孔。它原本设计是这样啦，啊，因为它可能不习惯嘛，就把它拔掉。哎，这样我觉得看起来比较习惯吧。假设你今天打蜡，这样说在旁边就好了，不用到这边来。为什么？第一，你这个蜡收不干净。第二，这个卡到蜡会很麻烦，因为它粗的要刷掉很难刷。之前我就是说你是学徒，我就看你的布就知道你有没有认真了。怎么看？你的布啊，如果你的布都是蜡，不会很脏，那表示你没有在 Q 旁 ，Q 旁在哪里？用指甲戳的这个旁啊，就用去 Q。你像撸过的啊，你的布对凹凹一点，哎旁啊去 Q， 哎开始碎。啊，这个就一样哈、哦，这个就没有那个不太记了啊，不是、啊。你觉得为什么就没有被他有补胎剂？我第一次看到这个的，里面有一个那个胎嘴里面的，有没有看到？你知道为什么那个吗？它的用意就是把它转掉，转掉之后进去的时候流量会更大。原厂跟这个附属都有都放给我们。可是现在都不用补胎，不是？备胎了吧？用备胎，那为什么那个空间还要留着？你讲的意思说可以弄平一点，或者是再深一点，对不对？对啊。这个就要看车厂了，应该它这个构造还是有用到啊，旁边还是可以放东西的。有些会故意买那种套装，有没有？它会很大，就多几个可以放小东西。对，这个是法师的交叉的法师纹啊，它这个皮椅就是中间是麂皮的，麂皮做起来才不会滑，我觉得还不错。刚忘记讲，这个贴纸在后面。什么贴纸？就是那个车身贴纸，左右两侧。一般我们国产是贴在牛腿上面的，它贴在这里，啊，这里在这里，啊，找一下，哎，你看这个，他们可以把气囊关掉。有时候如果假设你是小朋友坐前面，就要关掉，不然弹出来小朋友就受伤了。很新的，很新的，对啊，就里程多一点点，看起来蛮干净的啦。轮胎跑20000多，22年的49周。所以它大概23年出厂也是合理的，17寸而已，也不是很大的，215/17。我看一下外表，外表应该是还好，都是蜡而已，没有什么受伤了。这个用白白哇，里面都是白白的。除了这身装起来，就是前面有这个都是石头打到的小伤而已，难免都被石头打到。引擎盖应该是没有，我再看一下。好，
应该是还好吧，这里有一点，其他的都还好。我去敲盖桥，盖桥家敲一下啦。买卖是这样嘛，他希望高一点，然后我们现在低一点嘛。还有我们今天有开车来，万一不行，我至少可以开车走。买到了，买到了。好，我们刚好高雄的朋友给我们买车，我们顺便把它开下来交给他。好，这个是特殊状况嘛，因为通常我们没有开那么远，刚好我们就开车下来也比较方便。万一不行的话，我们还有车可以开。耶，成功！我去赶快叫车，因为客人好像五点有事。汽车教授，职人洗车用品专卖 ，Ultra-S3， 地表最强行车记录器，八亿金库，世界无敌大美女徐海丽 ，Albic。全球领先的铝镁合金复合材料车轮制造商，好，就收到了。哎，听说很省油嘞，我们 Google 很省油，车主也说很省油。嗯，他说他们加满油，去合欢山下来，平均下来可以跑19。合欢山嘞，要爬坡下坡嘞，我让他去吃个宅地盖小哎。啊，肚子饿了，交车的时候顺便问一下那个在地的车主，介绍我们来这里。阿海海彩店，啊，我刚刚去找饮料，哎，红拿 AB 嘞，凤梨清茶嘞，有淡淡的红拿的味道。好吵啊！听到吗？是我们讲话很吵的炒店，热炒店。这是山猪肉，十斤炒饭，十斤炒饭。这个是什么？鱼卵啊，凉拌鱼卵啊什么的。啊，这个是要抓边嘛？炒饭不错吃，蟹肉什么蛋的？蟹肉煎蛋。啊，对，蟹肉在这里，不是蟹肉棒，是真的蟹肉。蟹肉啊，对啊。我跟你讲，越简单了没有，越不好做，做的不好就知道这家好不好，知道吗？可以。客家小炒很下饭，需要一些白饭。对，车主还不错，他们油都加满了。我刚看好像一桶油它可以跑760。好了，吃饱了，等一下就可以慢慢开回去了。我等一下还要再开3个多小时才会到台北。哦，好，老爸，老爸，干杯，干杯。亲，等一下去那个一路顺畅。一路顺畅。重置旅程。归零了。嗯，对，归零了。然后现在油还有多少？740啊。740。回到我们公司。要走349公里，3个小时半。那这样怎么算油耗？反正就是现在可以显示740公里，我们开了300多公里。如果正常来讲，它应该740减300多，就是正常剩下那么多。好了，现在上高速公路了，我们就来看大概会多少。这个椅子对我不友善，因为我没办法再低了，这个太高，显得我的脚会比较短，没办法踩到油门踩到底。刹车还好，油门就是比较深了、啊。高的人应该会比较好。一路向北出发 ，Go！ 这里是哪里？北斗这边吧。跑了142了。里程数660，中间报告大概是这样。好，我们要去中间休息了。现在是490，我们实际开的是196.5。上次发动我们走了196公里哈，总共花了1个小时哦49分，平均时速108，啊，所以平均油耗是17。17，如果高速公路应该不是很困难啊，应该要到19左右吧？对啊。没关系，到台北再看。好，那我们去上个厕所，补充一下体力，奔泰山看，奔往泰山归啊！耶、yeah, ，回来了，不怕啊！头卡是打闷的，咱先自己啊，司机一路开起来，这车还蛮好开的啦，我觉得还蛮平顺的啦。啊，有没有省油？等下我们上车你看一下就知道了。嗯、看一下啊，总开的里程数是。345.1，可继续里那个使用里程数是300。我们总共3个小时又25分，因为刚我们发了又跳了1分钟，变成26，所以差不多平均时速是100。嗯，哦啊，油耗你看17.4。其实如果我们刚以阿迪斯来讲，我们加满下去也是大概剩半桶。南下会比较省油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？因为下坡比较多，
上来的爬坡的比较多，当然它比较耗油一点，我觉得是合理的。所以平均 17.4 我觉得还可以的。可是它官方的平均是多少？大概19不是吗？好像高速是19到20。对啊，因为可能节能盖没有盖。哦，不然就是我们吃太饱了。欸，我们刚我在开的时候啊，我有想到一个问题哦，这117万跟 CRV 是不是差不多？嗯，对，我在想说，欸，你要开这个还是开 CRV？ 两个品牌是不一样的嘛，一个是进口，一个是国产的嘛。如果是以进口来讲，比如说你用列车时，欸，买不到117万，你也买不到。可是马自达来讲，欸，我可能就会选这个。如果是保持度来讲，我觉得是 CRV。如果是好开来讲，我觉得这个应该比较好开。比较起来 ，CRV 的等级的东西应该会比它多一点。一样的价钱，117万那个级，插天窗电动，欸，我觉得它头灯蛮厉害的，复眼式的大灯嘛，眼灯它是自动的，欸，它会这样哦，前面有车，它会在打过来，它会修，那就是不要照到别人的车，还蛮神奇的，蛮厉害的。好了，成功了。啊，现在时间是11点。回来已经11点了，这样一整天呢，12小时，我们大概11点多出发，回来已经11点了，总共发的时速是3个小时又33分，哎，欸，真的有差，你看它已经这个平均又掉下来，刚100已经掉下来，好啊，这个方向盘我以为是三幅式的，没有，它是做两幅式的，这个是像一个像悬浮的，看起来是有，可是它是空的，好，今天就弄了一天，还好抽空去吃个饭呢，不然就饿肚子，现在还饱的，对吧？好，喜欢记得帮我订阅、分享、开小铃铛哦，耶、yeah。拜拜。发艺金库，世界无敌大美女徐海丽 ，Albic， 全球领先的铝镁合金复合材料车轮制造商。She got style.